没见到你，。这条手链是我为了你特别定制的。好漂亮哦！这真的是最棒的生日礼物了。那既然已经知道是谁害死爸爸了，为什么不赶快把他抓起来？要利用他，抓到幕后的那个主使。哎 ，Hello， 我来吧。额度不够，不可能吧？我有6万块的额度哎。 立TV 立视线上影视。